接下来呢，我们讲一下上节课呢，我们有讲这个啊，这个动作。那这节课呢，我们讲一下，那是侧边的，我这只手呢放在我们侧边这个肩膀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做这个动作呢是放在我们正前方这个肩膀，啊，哎，这样子转过来，哎，看一遍。OK， 这个动作呢怎么做？大家首先看一下我的肩膀啊。过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先做这个动作，过来，扛在肩膀上，不能扛在手臂上，扛在手臂上边就滑掉了，所以扛在肩膀上。扛肩膀上之后呢，我们要顺利甩回去啊。所以说转速一定很快的，你不能慢，慢就会打到你啊。所以你要掌握好这个速度啊。过来之后呢，顺着这个力。就要在侧边甩 ，OK， 这个方向看一下，过来还要在侧边，啊，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两个动作。